大家好，我是 Candy。 今天呢都好特别啊，我家里有两个古代来的学生，他们呢就表演一下他们的 fashion show， 大家一起看看吧。第一届中国服装的 fashion show 现在开始。咦，见到有两位好得意嘅人喎，麻烦你哋拧转嚟睇下。哇，你哋系学生啊？古代嘅学生啊，好唔好？系啊。哦，咁好啦，过嚟行翻嚟你哋学校嗰度，唔该。哇，好有型喎。跟住读。系啊，跟住读啦，好啊。你哋上次咪扮绿野仙踪嘅，以后可以行下呢啲中国风，我觉得都几靓啊，系咪啊？靓唔靓啊？家姐个头系啊，即系边度啊？随你喜欢啦，你而家系古代嘅学生，跟住可唔可以请我哋嘅玲玲小姐出嚟转个圈啊，俾大家观众睇下？行不行？我要多啲水，唔该先啊。你随便啦。嚟嚟，睇下你今日嘅校服系点嘅先。嚟，麻烦。呜，好靓喎。好，跟住到超然官啊，超然同学，麻烦你嚟到呢度转个靓。耶，好有型喎。可唔可以摆个型少少嘅姿态俾我睇下？哇，又系呢啲啊！你而家系读书嘅喎，读书人嚟喎，读书摆只手喺后边，哇，系好有型喎，真系，果然系劲啊，犀利，多谢你。嘿、哎，你识读啊？后边又忍唔住想玩啊！我问你字啊，睇下你识唔识啊，好嘛？睇下你识唔识读先。唔读呢度啊，呢、这个字啊，呢个系咩字啊？呢个系众，大众个众。呢、这个咧，呢、这个识啦啩？云云啊，系啊。我哋今日咧想喂，你呢个计真系好靓喎，俾爹哋睇下，好犀利喎。果然好有心啊！原来他们两个呢，穿起中国风的服装呢，也是挺可爱的。那以后呢，希望呢，有不同的形象呢，能够在你们面前呢，呈现一下。请大家多多关注单亲爸爸 Candy， 谢谢。